大家好，我是李老师。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中秋节。再过一天就是中国的中秋节了。中秋节是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。在中秋节这一天，中国人喜欢和亲人朋友聚在一起赏月吃月饼。为什么要赏月呢？因为中秋节这一天月亮又大又圆，中国人认为这样的月亮代表着家庭的幸福与美满，所以中国人特别喜欢中秋节。下面李老师教大家两句中秋节的祝福语。第一句，月圆人圆事事圆，祝你中秋节快乐。第二句，花好月圆人团圆，祝你中秋节快乐。好，李老师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万事如意。我要去吃月饼咯，再见。